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 Q3S 这台机器的打带模式。这个打带模式，我们先这个操作界面，这个是档位键，我们先调到自动档，然后按一下 A 键，自动档的打带，然后我们再调再演示一下手动的半自动的打带模式。这个档位键按双击解屏，然后再按一下调到中间这个亮点半自动，然后这里 A 按一下，一直按着直到它拉紧之后，然后再抓住下面的手柄抬起，然后再解屏调到手动模式， A 按一下 A 键，一直按着拉紧之后按一下 B 键，然后在打带结束后提起手柄将机器取出。